你台湾今年阁卖入围？无入围较好看啊！你讲大家，提上表示，十分满快。小徐，康通解决你。是，那是什么？因为我唔知影要安怎介绍，头前才有会甲我讲。这吼，韩国的这是跟咱差不多啦，年糕汤。年糕啦，甜，伊无算甜的啦，吼，算迄个炒年糕迄种。伊就代表讲吼，你得长大一岁，会当领这个压岁钱。哦，哎对，啊，不过因为压岁钱甲咱较无共，来我今仔韩币，咱用台币。哎，因韩币拢以韩币咯。对啦，我别讲，马来西亚拢分马国币，马国币在白伊类马来西亚上盖昂诶，啊月。像讲美国叫做美金嘛，啊，英国是叫做英币、英镑。你想袂讲啥？无啦，你台湾今年阁卖入围？无入围较好看啊！哎，入围拢停掉啊咧，阁得奖拢停掉。来来来，我有准备一个，来，班主任，准备一个小抄。哎呦，无这压岁钱啊！这背包要你的，你穿黑我都不念你啊！过年来你搁提背包给我？不是，伊这是因为韩国因诶，因无红包，因是背包，因甲日本人同款。背包真诶，你的背包，真正诶，伊讲哦，因为这个白色是代表这个纯洁啦。啊，内底更代表，真诶啊！我就会当解释啦。哎呦，我出破绝，因为哦，较早的猫头鹰，恭喜！无啦，这段无要讲这啦。因为较早的时候，在金朝的时阵，哦，金世荣派这个哦，七号清朝金世荣，金朝啦，金朝，金秦朝派这个七号，哎，徐福，嘿，徐福带三千的这个东南东路要去求出这个仙丹。到尾也足侪年啊，这真死哦！我这侪岁啊，这个先登也未救出来，所以要派兵哦，要去讨伐这个赤福。要问我到底你怎么在这？带这囡仔在遐创啥货？是。结果来就哇，大兵来啊！大兵啊！炸死！炸死！假死！假死！所以你问我，咱来去日本啊，看个大金标，拢白草鞋有无？啊，因咧有吉祥，有拢用草绳啊，顶头拢夹这个白纸有无？结果对因来讲，尾啊咧，遐兵看看讲，哎呦！赤福已经回去了，安尼咱等下甲真四号讲无代志，所以因提了后，所以呢全国全咧庆祝，啊因为遐足近的，所以韩国甲日本哦拢习惯用背包啦，表示讲拢无代志，平安刷切。对对对，你这讲这是真诶假？真诶啦。赤福你唔知吗？徐福嘛。徐福啊，双人徐啊，客家人呐，都在附近呐。啊，因厝诶树啊足悬嘛。对啊。高树嘛。对啊。哎，高速在附近的路拢叫做高速公路，这你拢唔知？啊，你有看到这背包是真正的啦？这是什么字？来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么欠卡，实在欠。我这么欠卡，需要塞卡，行无大中。这是新年快乐吗？真正，新年快乐。伊这虽然是背包，啊，你看我包的钱就知嘛，单数嘛。制作单位你哪去单数？哎，一千个出得进，出得进，出得进。哎，嘛是算双数。对，香个。啊，这是葡萄是啥？葡萄嘞，就是表示讲过中午，过午夜十二点，除夕跨午，就是跨十二点以后，他们国家一定会敲钟，每敲一钟就要吃一个葡萄，连续吃十二颗葡萄。有什么作用？你归你就。整年都会非常的顺遂哦。十二个钟声吃完十二颗葡萄，你今年归年汤体拢会好运顺顺来。啊，你来讲，不如来演练一下哈。每吃一颗，讲一句吉祥话，连续吃十二颗，预备开始。一言不死，欢喜临门，太阳开开，事事如意，事事如意，五福临门，要个兴旺，吉祥八卦。表示十分满快，恭喜玉阳。十二不是对阳，十二指肠溃疡。这几天没叫好啊？不，你这十一公让我听不？那个鬼
小水一郎啦。我以为这歌星叫阿公。